今天是第几天啊？第四天，第四天的早上啊，我跟阿元吃早餐。我已经不知道了，我已经玩太久，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今天第几天。哈哈，过到没有日子啊！啊，今天自由行啊，大家会分开行动啊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我今天要去哪里啊？这咖喱饭跟这个鱼焖汤有够好吃的。住到要离开了，才发现住在海景套房。发现其实你真正爱的人是我。这个人现在已经发疯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你看这个伴手礼。好了，前往下一间饭店。对，是哈利波特。一群人在那边漫步在混乱的出口，我们要从 JR 转，我们在大阪的 JR 要转地铁，全部乱成一团。而且这边的楼梯都是楼梯，都没有电扶梯，所以其实蛮不方便的，要去找电梯坐。阿远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里是什么桥？完全听不懂。是什么桥？对，我也是知道是什么桥，但是念不出来。这里是大阪呀，这是什么桥？是什么桥？啊，就是四桥。OK 哦，中间跟他妈的没讲，跟李什么瑞一样。对，李什么瑞一样。是什么桥呢？有出八喜。这里什么东西都要跟桥有关系，连我们看饭店的名字都跟桥有关系。跳，我可以跳舞了，好含蓄的跳。谁可以升级呢？对音战争 ，Stage One。你要好好出什么了吗？不保，不保，骑士，骑士，隐身的决定，谁可以升的？好紧张哦，剪刀，石头，不，耶！啊、我带大家去水族馆，水族馆，大家去摸鱼啊！想想，我要一个人流浪，他去流浪日本，跟我的日本朋友见面。哎，再来认识韩国，韩国认识，我们对话语言也是韩文。哎呦，等一下去用，在日本用韩文对决。想想一个人脱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好快啊！我开加速了，大爆冲。重庆南路，重庆南路。哎，哇，人性，你说这个树吗？哦，原来银杏树。现在季节不对，我们只能看绿树。我之前有过在这边拍整片银杏的。哦，那什么时候的时候？10月吧。啊，要10月。啊，前面的摩天轮是哪里呢？我已经拍到三次摩天轮，都是从这个角度拍过去，我都拍不到正面。就喜欢那个角度啊！这是什么？超级大蛋黄。大鳗鱼。哎，目的地来了，目的地来了。对，就是海洋馆。我们可以好好的逛。出来了，两只，这两只在干嘛？他是去拿他的脚，他只有一只脚在滑，哎，打屁股，莫奈姐，哇，哎，他会走，他会走，在表现啊，哎，你们秀哦，你看这是鸟尽发热，上班了，认真的，哎，打扮的，哇，放帅啊。秀一下，秀一下，啊，秀，然后再秀。
在写，我在求。很认真上班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自己的都很认真上班？我觉得是他们顾得很好，所以他们感觉很快乐。他们知道要去找人要镜头。对。你知道要，你知道要找镜头哎、欸。这只会在动物里面看到。他脸上完雀斑了。哇，好细哦，好细哦！哇，这只是，这只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是什么角色？你是不是黑了一点？跟我们接触，好可爱哦，好亲人哦，超亲人，尤其超亲人的，不就，哦，他在玩球，哇，好秀，不会玩了，上对了。大玩特玩，打哈欠呢、欸？哦，他这个好大，哎、欸，啊，累了，爆一个，打一个嗝，哎。角落休息，这些就你知道的、啊、上班上到一半，那些累的就躲在这边休息。好，他们也休息。对，这些人都懒得社交，躲在角落就好了。天哪，这什么生物？看不出来是什么生物。算嘞、欸，对啊，那什么东西、啊？太帅了！好电流哎、欸！还夸下在养、欸，你看到他脸在下面，哈哈，好笑，好笑。
白鲨，哇，太恐怖了，哇哦！这里天气很冷，但是又有它太阳可以晒。船要开走，船要开走了，再见。我们要从海游馆离开喽！你看我买了什么？买了小礼物哦。离开海游馆喽！哦，大口吃章鱼烧的李瑞，李瑞好吃吗？吃晚餐喽！等下等下午茶，下午茶，下午茶喝酒，而且自己打滚。哇，把我营造成一个很爱喝酒的人，没错，灌酒给我，真是。而且我们不想买太多。厉害哦！只加这么一点酱，它就可以吃。哇，我们逛完街了，现在要来最后一个景点了——新斋桥，终于可以看到那个跑步人了哦！很期待，很期待，因为我妹说，只要是没有来看那个跑步人的话，就没有来过大阪。各位，我终于来到这里了，而且不想不知道，下面原来是运河啊！我还以为是在天桥上面啊。我们终于要回去了。现在时间是日本的凌晨4:20，还没有那么晚。因为我们刚刚被关在一个就是商店里面，然后那时候他们没有人，结果把铁门拉下来之后，刚好我们错过摄影机的死角，所以他们没有看到我们。然后就这样被锁在里面，然后一直到刚刚通报，然后才被救出来。这样在里面真的是快死了。哦、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只剩下唐吉诃德可以买药了，所以哦，天哪，全部人都在那边买药。里面人口密度大概有20万人左右吧。哦、他已经累到呛了，已经不想管了。人超多的。哦，今天最后一天了。对，开心吗？其实蛮有一点不开心，但是又有点开心。怎样不开心？你干嘛？不开心是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大家都出来玩，开开心心的，干嘛啦？开心是因为自己有点想家，但是其实然后不开心一点是我真的很舒服，我这边很舒服啊。好，就这样。住日本的啦，再来就明天了。我要住日本的啦，我要移居日本啦。我是很想要啊，这很舒服。但我想要住的是乡下的地方，不想要都市。我也是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居住人。看不到大阪城喽。就 sweet 哎，郑伯荣，你就是最夸张的。看看我的福星小子，快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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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个直接拉到这么远。哦，又说又不能带水哦，还没到那个阶段呢、啊，还没到啦。最夸张的我就留在压轴。我跟你来各位，这支影片要为我留至少30秒。至少30秒。我为了把东西放进去，我直接当场买了一个扣学生机包。没错。目的是什么？希望把东西放进去。结果呢？5条。国舅先生进不去。还有鞋。真的。这就是财大气粗，各位。不要放这里哦。像我们这种穷鬼才会嫉妒。